好坏球之间哦，一点点呢也都会斤斤计较，所以这个也就是对投手控球方面一大考验。两好三坏，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中左外野方向的飞球，哦哦哇，最近呢，这个王兴全状况真的非常火热、啊，他一口气呢上到二垒，加上他这一开始就飙出了安打，王兴全呢已经是连七场比赛有安打，上垒率高了，所以打击的技巧也好，他又有脚程，所以如果王兴全愿意打职棒，我相信金泽球队也想要了。在一开始呢，就给对方投手一个下马威。我球投到最后是两好三坏了哈，也不能投得太边边角角，所以投得比较靠近中间的地方了。